吴东荣在过去的三场比赛都有安打。运球的情况会比较稳。哇，结果在绝对领先了，投到了四坏球保送。这当然比较不理想啊，特别是在第一位的打者就投出保送。啊，吴东荣量好球之后，算个波上，算动算，算球啊，不是动算。你也很敏感，天地选举要到了。